火花骑士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可莉要让大家知道，可莉在蒙德是最强的火蜥。你不过是个过气的火蜥，现在还有谁在用你？要说过气，你也差不多啊。我好歹这次活动还有新皮肤，你呢？说是金苹果群岛，结果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。你简直是自取灭亡！火焰烧尽！好好好，你才是蒙德最强火蜥，不不不，是提瓦特最强火蜥。这还差不多，那我可以去你的酒庄玩吗？孩子，先不要吧。你要不要吃炸虾？要。那我们去炸虾。要。